出拳了，前面这一半是松掉，前面这一半是松掉，他就走一半了，松掉他就走一半了，晓得吗？你看肩松掉，肩松掉，肘松掉，肩松肘松，他已经走一半了，所以不要从这里打，不要从这边就用力，啊，看不懂？不要从这里就用力，这边是一松走一半了，手是这个样子的，手是这样子的，手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平的，立的，直的，肩膀松。肩膀松，手肘就往前滑，你看，这样子，不要，先不要挥，一放，你看，一放，哎，打出去，一放到这边走一半了，然后在这里当紧，全转，握，这个。啊，一这个，然后他放一半了，到这边两个转，啊，二，他松掉了，啊，松掉，三，啊，一，二三，一，二三，啊，一，你看这一段都是松的，这一段都松的，二。有没有？一松的，二松掉，三啊，懂了吗？松紧，紧完马上松，换他出，两个一起紧，两个一起紧，两个一起紧，再松，两个一起紧，听不懂？来试试看。